想说我去人家查左右两边，然后我就说了，因为每一次不管玩狼人杀的每一局，小赖都会说我不好，所以我就查了他，他就是一个臭狼，所以我就看你演吧，你演。我们现在就是姐妹相残，那个 Oh my God！ 来了，世纪第一课，来了，我直接就跟你翻脸。伟俊是狼是好人，我真的都看不出来，所以我验了他，他是我的精髓。所以五六号 ，I'm so sorry， 跳出来送谁 ？Oh my god！ 我看到那个七号，就是看我的眼神有点锐利，就他好像是在找寻猎物的那种眼神，所以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，只是我就提供出这个意见让大家参考看看。你说七号看你会像猎物，那是对的啦。因为你应该是他的菜。